Daoshu, 示范者赵长军。刀术是以缠头裹脑为主要动作，如上劈、砍、撩、挂等刀法所组成的套路练习。刀术的特点是勇猛、快速、气势剽悍。刀术的整个套路至少包括有弓步、箍步、虚步三种步型，不得少于八组不同组别的刀法，其中必须有缠头刀、裹脑刀、劈刀、撩刀、扎刀、斩刀六种刀法。Thank you.